哎，这个好吃。哎，你先别动，那我教练发呢。哎，这保洁阿姨怎么又这样？不打招呼就把东西放在我储藏室里。哎，这啥呀？看是什么？黑龙江的申请表。谢谢。嗯，什么手表？这什么呀？吴竹君的。给罗竹君寄申请表是什么意思啊？能有什么意思呀？你干什么？这申请表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们不是看清楚了吗？黑龙江省队的申请书。你到现在还要去别的队？我是运动员，想去强队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师妹，你想去别的队，我们管不着。但是你占着队里的冰场资源，占着最好的冰刀，队里下发的任务和接力训练你却一概不参加，你只想着一心攀高枝，这有点不厚道吧？难道我就应该跟你们一帮小孩在队里混日子？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不打。你们要是想来，可以，我帮你们介绍。不过我估计你们也没这机会了，4分33秒，也就过个预赛的成绩，你们永远都拿不到牌。4分33秒，只够过预赛的，是吗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4分35秒的成绩可以冲到全国前几名了吗？咱们队伍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？说实话。老指导。郑教练，你出来一下。你也来。行了行了，算了算了，什么呀这是？处长，这车在前门吧？对对对，哎，好。你现在满意了啊？去韩国交流彻底没希望了。成绩不行，到哪儿交流都没用。成绩好，你人品不行，到哪儿都不受待见。再说一遍。别打了，干什么？别打了，还嫌丢人不够是不是？觉得是因为罗竹君才去不了韩国的吗？啊！其实从来没把他们当成你的队友。也没有把我当成教练，更没有把这当成家，对吧？我自认为你在青岛队，我尽到了教练的本分。如果你想听，我就说几句。你说的没错，现在这个队的成绩，想拿奖牌根本没有戏。但是我看到了他们每天的进步，他们有进步，我就看到了希望。只要有希望，去不去韩国，我觉得无所谓。再说你几句，没有永远的强队，也没有永远的弱队，成绩不行可以练，没有奖牌可以拿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？到目前为止，你有过一两个让你刻骨铭心的队友吗？你有过那种天天跟你吃住在一起，生活叠加在一起，
就像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的队友吗？你别等什么事情都过去了，才知道后悔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祝你在新的队里一切顺利。嗯。